年纪是可以保持的，因为有了发片之后，我会觉得说我的头发就是可以维持住，那剩下的身材就是自己慢慢练，然后再降下。所以我现在大部分朋友看到我会觉得说，你怎么越来越年轻，一直说叫我不要乱拿一些奇怪的照片，就是乱录这样子。然后同学会我超爱参加的，像今年就是换我主办了，我就是一定要把他们叫过来。啊，有些很难叫，你就知道，因为变化太大了，都不太想再叫。所以我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东模是让自己找回自信，因为在没带东模之前啊，我真的不太想看镜子，我也不喜欢拍照，我很讨厌人家盯着我的头看。我就像王老师一样，我都走路就知道头盖高高的，因为怕人家看到我们的上面的中空。我觉得拿回基本分之后呢，你就会有动力想要变更结实，变更好。因为我刚刚看到王上位下一跳，就是。他怎么越看越瘦，越看越帅，是发生什么事？我就匿名这样子，啊，他自己也说，哎，我也变瘦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啊，对啊，用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起点，那大家都越来越好。